动你话轨迹，没有今晚吹下水。无论是错对都讲几句，一于今晚都比面佢。相反无邋遢，今晚玩尽佢。无论是错对都湿湿碎，越越一于讲讲佢。欢迎各位准时收睇广东电台珠江频道的精彩节目，益智啦、大奖啦，乜都齐晒，越讲越掂。大家好，我系吴夏。慢慢讲，我系吴夏。我系彭 Sir。耶，就好。呢个做咗咁耐呢个越讲越掂之后咧，有咩收获啊？有。之前咧，我覺得我广东话咧讲得系傻傻地嘅。咁学咗啲之后咧，就系有啲麻麻地。咁而家咧。希望咧就可以得得地嘅，系啊，你真系变得得噶！多谢大家。广州话入边有一个形容呢个人咧，成日都傻下傻下咧，就叫癫癫得得。咁我头先就赞你系癫得得，咁你仲要？我唔理你啦，走啦，拜拜。怪啦，怪啦。今日我都请咗两位嘉宾过嚟，哇！呢两个犀利，我容许我介绍第一位先，嚟自香港嘅谷德斯先生，欢迎佢。欢迎赵超哥，其实我系从细睇佢嘅电影长大嘅，唔系啩？但系咧，今日睇到你之后咧，我觉得好奇怪，系点解咁 young、咁后生、咁靓仔嘅？哇！你真系得人食饭，随便叫嘢食啊！咁唔识讲嘢嘅你，我哋介绍另外一位我哋嘅好朋友，咁呢个犀利啦，呢个系明明焕，明媛，哎对啦，静雯姐姐，哇，女神级啊！我要解釋一下呢個名媛啊，唔係呢個女字杯邊嗰個媛啊，係圓揼揼嗰個媛啊。名媛，你頭又圓，眼又圓，身又圓，呢個就係我啦。歡迎你們，OK。我們的節目當然會有很多好看的、好玩的，而且很多好獎品，對不對？有很多的視頻呢，大家可以通過我們的合作視頻網來收看。謝謝你們的支持。馬上要請我哋嘅第一位嘅參賽者出場。大家好啊，我叫张和平啊，山东人。其实我祖籍呢是山东人，一直在部队里边成长。这个部队大院呢很少说到广州话，所以说我对广州话呢就不太熟悉。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，跟着外来媳妇本地郎这个剧组呢一直在拍戏，跟这些老戏骨一起学广州话。哎呀，广州话那学起来那真是一个字儿难呐。所以说在粤语方面还要一定要向广大的这个广东人民认真的学习啊。生仔未必狗系虎，用新婆用粪屋，老屋飞来的外来眼，鸡同鸭讲眼露露眼露露。姊妹，三二一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视觉挑战 ，OK。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呢位咧就系我哋外来媳妇本地郎入边老作，老作角色咧叫作家，真名叫做张和平同志，平哥。张和平，平哥。刚才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一个铲子，铲子。多钱呢、啊？多钱，好多口水啊！我铲啊，我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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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啊，跟住食到乜嘢？瓦沙皮，广州话唔该。芥奶啊，芥奶啊，芥奶，又变咗芥兰嘅，点解？食到嘅系瓦沙皮，芥奶，摸到乜嘢？麻雀，麻雀，麻雀牌啊！麻将牌是吧？系啊，麻雀，哎，我个粤语，讲的能标准啊！你说普通话，你说普通话是什么？你摸到什么？我麻将啊！我说，你非得要逼着我说语国语是不是 ？OK， 麻雀，麻雀，啱啦，啱啦。听到乜嘢？我好中意你啊！我讲出嚟我呢句嘢，一定你听唔到，我乱噏。听听我哋嘅正确答案。
正確答案是一首歌裡面的，是半斤八兩濕碎跑將點會響。哦，我濕碎你就聽了什麼？終於半斤八兩濕碎炮仗點會響，是許冠傑的歌詞裡面其中一句。再講一次，半斤八兩半斤八兩濕碎炮仗濕碎炮仗點會響點會響。好，全部嚟一次。你唔使整啫。老作的廣東話我很有親切感的，是不是？因為他是山東人來的，我是老鄉來的，咱們是老鄉，但是山東威海。哎呀呀呀，哎呦，所以我爸爸媽媽我小的時候聽他們講廣東話一模一樣的。哦，他們都是硬講廣東話。他們來了香港50年了，現在不在了，他們講廣東話都是這樣的。我媽媽喝茶嚇死人的，昨天打麻雀輸了1000多萬。千几蚊啫，有机会啊，我到返到香港啊，我一定要拜见老人家。哦，咁就你有机会噶，前啲先啦，佢哋走咗噶啦，都可以去拜见嘅。老作，你老家啦，你有机会嘅，老家，你有机会嘅，你一定有机会嘅，唔使急啊，唔使急，系过多40-50年先，慢慢嚟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OK， 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老作。我系个文艺兵啊。文艺兵，文艺兵，唔紧要，慢慢嚟。站当兵的人，嚟站当兵的人。等间我哋会同阿老作一齐去考一下各样嘢啦。而家我哋先请两位嘉宾帮我哋阿老作打分先。印象分系呢个1000到1500，你两位协商一下啦。Vincent 好鍾意你啊，老乡啊，好高分嘅，即係知啦，他乡到遇到老乡，仲话要去搵我爹哋媽咪，仲话要做咁有心，我唔希望住啦，咁但係俾好个分数你，好嘛，1400分。哇 ！OK， 今日拿到1400分，当然你都有好多亲戚朋友过嚟啊，支持你噶系嘛？我哋青鸟村喺边度？喺呢度啊！哇！你们都是广州人吗？地道的广州人啊。哦，地道的广州人。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就是答得快好世界。第一关，答得快好世界，每位选手有30秒时间作答，每答对一题100分，答错不扣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师奶就是大妈。错。出粮。洗澡。啊？错。孤寒。小气。啱，错过啊，错过回水，十回水给钱，错肉紧，五三二过一，车你沙你，喂啊，彭 Sir， 但系师奶系大妈差不多喎，系嘛？系嘛？大妈差不多啦，因为山东我们打野打妈，打妈就师奶啦，差唔多。OK， 冇问题。对，沙你，最后佢真正答中两个啦，就两个。头先1400再加200，咁即系得1600。我想同你复述一下，头先你咧有几个单词你搞唔掂嘅。嗯。错过，错过，初学者，啊，新手也，我。错过啊，知道。咁跟住咧，有个叫回水，回水吗？回水，把水回来，就是给钱的意思吗？退款，还钱。哦、喂，好回水了不？我认为这个是算对的。你讲出粮哦，广东话，广东话就系咁啦，争少少，争好远。啊！俾钱同回水啊，争好远嘅。回水系我俾咗啲嘢，你要回翻俾我。啊！磅水同回水都唔同啊！磅水系你俾人磅，或者呢个人磅水，即系佢要俾钱；回水系呢个人要还钱俾我啊！回水即系你借咗我钱，回水啊，回多还钱，还钱。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是出粮，好似讲成了那个冲凉，这系好得意啊！系啊，你个粤语啊唔够标准啊！你标准系嘛？好好啊！你系咪标准先？佢啊讲嘅是冲凉，系
粗粮吗？粗粮，我知啊。发工资吗？我去广州，我应该好虚心啲向下老总集下。好啦，最后佢嘅成绩1400再加200，即系1600分。多谢老总。OK， 多谢。休息下。第一位出场都经已笑爆肚皮。跟手呢个出场，我估计大家真系笑到甩肺都似。系咪啊？一定啊。系边个咧？睇下。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Jenny Tan. I'm from Papua New Guinea and I've been in China for 9 years. 大家好，我叫陈明艾，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，今年19岁，来到广州9年了。我就来了广州之后呢，就跟着我身边的同学，还有我的阿姨，然后他们一起听他们讲白话。英文好唔好啊？你唔识嘅话，我教你啊！我叫你，我教你啊！我嚟到广州识到好多朋友，所以我的广州话越来越正。想讲乜嘢？你好，你好，佢个名字叫做系陈明艺。其实你系嚟自巴布亚新几内亚。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原来嘅正规嘅英文应该点读啊？上个 Papua New Guinea。Papua New Guinea 系。头先你食到乜嘢？我唔中意食呢个。系咩嚟噶？我饮茶时候。排骨旁边黑色嗰粒，系系，我唔中意佢乜嘢，我教你啊，豆豉，哦豆豉，我唔中意佢食到嘅咧系豆豉鲮鱼入边嗰粒豆豉，你真系衰啊！你俾粒豆豉人食，俾嚿鲮鱼人嚟食啊嘛，睇到乜嘢？假发，假发，假发，你呢个系真噶系嘛？真噶，系咩颜色嘅假发？橙色，橙，橙色，橙，橙，哦，假髮是啱的，摸到乜嘢？花瓶，花，花瓶，阿俊，呢个唔系花瓶咩？呢个唔系花瓶啊？点解啊？呢个系以前咧就细细个咧就俾啲小朋友屙臭臭嘅，真正佢个名叫做系痰罐。痰，我们是叫痰盂罐。痰盂罐啊，普通话听到乜嘢？随心都，随心都。哦，好嘢喎！呢首咩嚟嘅？知唔知？新过年嘅时候啊，嗰首歌嘅名就叫做《财神都》。哦，财神系知咩嚟噶？财神咯，财神俾你我哋钱噶咯，财神。诶，系啦。好啦，最后佢听到系乜嘢咧？请阿妹公布答案。正確答案就是財神到，財神到，好走快兩步。啊，啱嘅。雖然佢唱唔曬，但起碼知道財神到啊。厲害厲害。點解會過嚟廣州呢？因為我爸爸係中國人。哦耶！點解你？咁因為媽媽啲基因比較強啊。哦，不過我阿媽嘅頭髮係金色啊。哦，金色嘅。係啊。你係幾時開始學講呢個廣州話嘅？我同朋友同埋我阿姨，嗯哼，阿姨，定系你而家谂嘢用咩文谂噶个脑里？中文，用广东话谂噶啦，唔系，中文啊，普通话，普通话，我话咁复杂啊，你犀利。OK， 我哋请两位嘉宾咧，帮佢打下呢个印象分啦。啱先系1400，我哋而家有啲后悔咧，头先俾阿老作俾你高咗啲啊，可唔可以攞翻啲翻嚟啊？但系唔惊嘅，佢聪明过阿老作咁多个样，应该睇下一 part 会攞翻多啲嘅。1500系嘛？几多啊？1500，哇，好劲啊！你个飞机犀利啊！嚟紧呢个答得快好世界，睇可以拎到几多题啦。OK， 30秒计时开始。呢度，这里，对，曱甴，蟑螂，对，银子 ，pass， 大髀，大鼻子，错，倾偈，讲话，肚屙。很饿。错。托手踭。Pass。两仔乸。p
pass pass， 吃酒 ，T 酒 ，no， 即食面，即食面，唔系啊，啊，我本来对他期望很高的，几个啊？结果得三题，得三题答啱，即食面呢，普通话应该说方便面啊。哦，托手踭，呢个即系托你个手踭，就是不肯帮忙。哦，我拜托你办一件事，我叫你帮手。咁高级，唔高级，大髀啊！这一段就大髀，大髀。三题嘅成绩咧就呢个300分，再加埋头先嘅1500分，即是有1800分。恭喜晒陈明义，休息一下，继续努力。跟住落呢个都有啲特别。一睇各位阿姨又好似笑到，哇！又好中意系嘛？系一定开心啊！佢嚟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熊晨月，来自湖南怀化的。我做咩中意讲白话呢？其实好简单，因为我老婆系广州从化人。光辉岁月嘛。咁你识唔识唱啊？识啊！咁再加上我自己工作又系健身教练，咁你知啊？有很多會員都是講白話的，如果我不懂講白話，沒辦法跟人溝通嘛。咁以前我開始學白話嗰陣時咧，係露咗好多笑話嘅。啲啊啲啊，練大個肌肉啊！練得肌肉都好，整咗好多笑話啦，即係啊！越講越正，我來啦！哎！雙哎！一三五四三二一，视觉挑战结束。向成月，好好食，好食啊！食紧乜嘢而家？呢个系好似云吞系嘛？云吞系啱嘅因为皮比较薄。对，睇到乜嘢？睇到乜嘢啊？我睇到呢、這个。你睇，哇！咩事啊？你睇到我？系啊。啊？佢原来睇到嘅系导演叫我抱起肥棒。咁你摸到乜嘢？好似系女仔做嘅丝袜。丝袜。丝袜。的确摸到对丝袜嘅。听到乜嘢？听到咩都听唔到乜都听唔到啊！好，请阿妹讲正确答案出嚟。正确答案就是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知唔知呢首咩嚟噶？上海滩。上海滩呢出电视剧嘅主题曲。系。咁咧，头先你听到乜嘢？你话乜都听唔到，冇搞错啊！阿妹头先冇丝袜，唔记得。你挂住冇丝袜。我想知道你嘅平时工作时候系咪有好多学生系讲广东话噶？系好，系咪你嘅主要嘅学广东话的途径系同佢哋学习噶？其实我真的学白话嘅主要目的系，因为我中意一个女仔，咁佢系识讲白话嘅，咁即系我又惊佢到时成日闹我，我唔知佢讲乜嘢嘛。系咯，咁点办咧？所以我又好识讲白话嘛。哦。初初我仲最开始从黐线开始噶嘛，即系我从嗰个闹人嘅词系黐线，系、哦。即是话呢个女仔识你就成日话你黐线，系。唔系学广东话咧有几大途径嘅，有啲就睇电视剧学啦，咁就生活化啲嘅。咁有啲朋友咧真系就读报纸嘅，嗰啲好正经嘅，即系讲啲广东话咧，你嗰啲我都好正经嘅。咁啊，向生呢啲咧，好明顯就係撩女仔撩翻嚟嘅，你見到好輕飄嘅。好啦，兩位嘉賓俾個印象分佢先嚇。1400分，1400分。哇！今晚都嚟咗好多你嘅朋友係嘛？係啊。邊個？老婆嚟咗未啊？嚟咗。嚇！老婆嚟咗啦！哇！啊！睇下接落嚟呢個環節，佢拎到幾分？答得快，好世界。準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大樹菠蘿。過。个孖仔
個啊，大頭蝦，個啊，走粒，走啦，啊，爬啦，錯，個淡定啲，穩重點，錯，污糟，拉，污，二一。不干净。那他完全变咗广东人啊，佢扮型唔好啦。因为咧，佢追女仔嘅时候冇用到呢啲词嘅，都系有啊。但系佢头先话淡定啲，我觉得佢讲稳重啲都其中一个意思嚟嘅。唔系，我其实我明白意思，但系我用普通话我。应该是镇定一点，镇定一点，可能是镇定，放松一点，对，镇定，镇定，沉着冷静。其实而家淡定都普通话都用淡定，也用淡定，都用淡定了。头先佢讲到孖仔，孖仔你知噶，双胞胎，双胞胎系我阿 Vincent 哥讲得啱，佢而家全部已经劈低嗰个普通话思维。你见佢，你啱啱讲完第一个广东话，佢复述嗰句都系广东话嚟嘅，系啊，即系佢用广东话嚟翻译佢嘅广东话。好，系几个啊？冇啊，直情系冇啊，破纪录啊，系啊，开埠第一次30秒嘅快问快答，乜都冇，好彩佢俾1400你揸手啫，系咯，好啦，多谢晒你，加油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马上出场呢个第四位嘅选手，一出场咧，大家会降到一阵贵气袭来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，索到爆包系嘛？咩话？索到爆！你想讲索到爆，定系讲？即系即系靓到爆镜。你想讲索定讲熟先？索，又熟又索，系咁啦，就系。掌声欢迎，有请。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梁晶晶，来自江苏连云港。头先讲嗰啲咧系我家乡话，我家乡咧系江苏连云港嘅。但系咧，因为我自细系喺汕头嗰度长大嘅，汕头人咧，我哋喺嗰边都系睇啲广东话嘅电视剧，就好正经开始讲广州话，系因为都系因为做嘢啦。同剧组啲演员都系差唔多都系广东人，都要我同佢哋讲。其实我咧一年去咁多地方拍戏啊。我最喜歡的呢都是廣州，我覺得粵語是真的很有魅力的咯。彩虹杯，彩虹杯，你忙当彩虹杯，却给旺旺棒中悠悠，生意盎当的相思美，相随那穷草生。浪荡浪何时回哟？彩华小会，你到底也唱乜鬼？我哋都唔知道。姊妹上嚟啦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四绝挑战结束。各位，掌声欢迎梁晶晶、梁晶晶。你好，大家好。食到乜嘢啊，晶晶？蛋糕。蛋糕系，哇，讲得好准啊，白话系啊，我好犀利噶，食到嘅蛋糕睇到乜嘢？有个樽，有个乜嘢樽？花樽，睇到系一个花樽，跟住摸到乜嘢？蜘蛛，系啊，蜘蛛系啱嘅。听到乜嘢？我谂下先啊，落花满天白月光，哦，系咩嚟噶？你知唔知？帝女花。哇！犀利啊，我系几犀利。正确答案就系落花满天白月光，这一杯苦见凤台上。啊，唔该晒，全部啱晒。嗱，谷德斯导演都拍好多戏噶，你觉得佢呢类嘅型格呢，如果俾你馬上開部戲，你會俾佢做邊類嘅角色？但我都覺得佢好啱古裝樣，好啱古裝係咪？咁時裝都靚一定要補嘅呢句。但係我覺得古裝樣可能真係好適合佢，即係佢好瓜子。係係冇錯，有種古典味啊。咁我咧嚇你就咩都得㗎。你唔好特登問呢啲嘢啦，好難答你㗎。你咁突然真係。阿導演，我你覺得我適合做哪個咧？你都係補翻身。嗱，佢頭先咧，你聽見我哋同阿晶晶傾偈啦，我覺得嚇你底分唔使俾咁高。點解啊？哦，因為佢講得好好，佢啲白話好掂啊，係咯。佢直情又係廣東人，高咧。咁後面你容易攞到分啊嘛，即係其他。對我嚟講，印象分就冇得低噶啦，即係表現得咁好。既然屋企個男人都話要俾高啲啦，
咁屋企呢个女人都话要俾高啲啦，就1500分啦。哇！多谢多谢。今晚好似你有好多晶晶嘅朋友啊，系嘛 ？OK， 喺边度啊？唔该。喺嗰度嘅。你支持下晶晶嘅朋友啊！欢迎柯南三位啊！好啦。揸住呢个1500，我哋马上睇睇梁晶晶第一关嘅挑战会点样。30秒时间，准备好啦吗？嗯。石嘴。亲嘴。对。肉酸。肉麻。错。啊？寡佬。就是那个男的，就是一个单身男士吧。对。戆居。傻的。笨蛋。当你对。水鱼。对。就是那个五，你这样子说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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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2分，这条有2分。裁判团，唔系点睇都系着住西装嘅水鱼啊，系咯，唔系因为水鱼好难答噶。嗱，你可以答真係海裏面嗰啲水魚，又可以答嗰啲懵佬嗰啲水魚，但佢話係你咧就兩樣都啱啊！係啊，所以2分，你答啱咗石嘴，係清水，對肉酸你冇答啱，係佢講咗肉麻，嗯，肉酸咧，更加說，如果喺廣東話入邊講形容呢個肉酸咧，是指難看，哦，讓人惡心，嗯，那肉麻咧是呢種嗲。嗯、啊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。即系如果人哋话骨鼻，我讲广州话、骨鼻，咁你可以讲肉麻。啊，所以即系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答翻咗石嘴啦，戆居，寡佬，我当你寡佬啱啦。就三题，就三个，300分加上水鱼。水鱼你即系标准嘅，我标准我唔系我呢种啊。喺我哋广东话入边嗌人水鱼咧。除了話即係普通話嘅甲魚一種動物，仲有一種引申意思咧，就係話人係冤大頭，冤大頭啊，即係俾人呃咗，揾咗笨嘅，揾咗笨，係啦，容易揾笨嘅，何浩鵬。OK， 1500分加300分，那麼晶晶嘅得分是1800分，謝謝。OK， 優勝，優勝，繼續收睇越講越掂。马上嚟到系咩环节啊？15、16拣边个？第二关15、16拣边个？主持人提问，四位选手同时答题，答对一题200分，答错唔扣分。每位选手有一次求助现场，亲友机会，亲友答对100分，答错倒扣100分。经过咗第一轮嘅呢个搏斗之后，睇睇我哋四位参赛者嘅分数系点样先。张和平先生1600分，陈明毅1800分，向晨月1400分，梁晶晶1800分。现在有并列第一的是陈明毅和梁晶晶，恭喜两位。第二个环节系15、16拣边个？经过呢关有几条问题之后，睇下会分数会唔会大比分拉开先啊？首先第一题，有请我哋嘅歌者登场啊！我哋马上要睇我哋第一条题目。第一条题喺佢哋歌词入面咧，有一个我哋用得好多嘅词喺广东话入边，叫做系发起浪礼。发浪礼咩意思咧 ？A 发烧 ，B 发脾气 ，C 发扬癫疯 ，D 发神经。好，嗱呢个就唔系抢答嘅，有冇心水？冇就揾人帮手。我有千妖团啊！千妖啊！嚟请落嚟，唔该。阿明毅，上嚟啊！你系要自己搭定揾人帮手？我揾我啦。O K。你咧？我都系揾亲友。你都唔知噶？我都唔知咩意思。我觉得你个人好啲咯，可以。可以。商量下，商量下。好啦，嗱，有请喂。个个都要揾亲友帮忙，咁啊，唔该大家准备好你哋答案。我数三声，就将你哋认为 A 啊、B 啊、C 抑或 D 嗰块牌咧，就摆正心口，举俾我睇咯。预备，3、2、1，请俾答案。哦，
全部统一。究竟答案是怎样？我们来问问评委好不好？个个都啱啦 ，B 发脾气，耶、yeah. yeah.。有咩古仔讲啊？其实我觉得呢个字面解释咧都几得意嘅。嗱，你睇佢发起浪礼，即系一发浪礼咧，女仔一发浪礼咧，个情郎就嚟啦。系咪噶？咁衰噶你，仲唔嚟啊？嚟晒谱嘅。唔系，但系浪礼系咪咁写？我都觉得有啲相确。但系我觉得中文字咧，即系尤其广东话，即系中国嘅字，又系嗰啲咩部首啊、会议啊，有啲系发音噶嘛。你講發音咧，講浪禮嘅時候，個樣係好浪禮嘅，浪禮即係惡嘢嚟嘅，即係所以我覺得浪禮係惡嘅，咁應該係發脾氣咁解啦。明白，係啦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換句話講，由於佢哋四位都係用咗親友團幫忙答題，答對都得100嘅啫。咁啊，打後落嚟仲有兩題，就冇人再幫，一定要靠你哋自己答啦。好，可以，謝謝我們所有的親友團，謝謝。接下来请看第二题，前近题板。第二题是说，唔该俾个靓仔我啊，请问呢句话边靓仔系咩意思呢？吓、啊、A 白米饭，B 小帅哥，C 白米粥，D 小伙子，咩嚟噶？你认为系咩啊？小帅哥系啊，俾个靓仔我啊。点会有句咁嘅说话呢？我觉得唔通嘅、哦。你同边个讲啊？诶、欸，警察，唔该俾个靓仔我啊！得，你继续小帅哥，你拣 A， 白米饭。系。你觉得呢句话会用喺边度多呢？食饭咯。哦，喺饭店。系。系嘛？系。我阿姨都系咁靓仔。系咩？广东话嘅好多时候咧，广东话入边有一个特别咧，就话佢喺唔同嘅时代背景、唔同嘅历史阶段。不同的一個狀態行業呢，它有很多很特別的引申出來的詞彙的、嗯啊、它可能會借這種詞形容那樣東西，或者借這個詞形容那樣東西的。那你直觀看靚仔當然就是小帥哥、小帥哥啦，或者叫小伙子啦、嗯、但如果這句話用在不同的行業呢，它可能的意思是不同的。我改啦，好不好？改不改到的？改了上來不改的啦。三個答 B， 一個答 A， 我們請我們的嘉賓公佈一下正確答案。咁真係學你啱啱話齋喎，彭 Sir， 係好講呢句說話喺邊度講㗎喎，喺咩場景處境講啊。係。如果呢個喺間徵婚公司有個女孩子講呢，俾個靚仔我唔該，咁就真係可能係小帥小小小小帥哥。係啦。咁但係我假設你呢個呢係如果你食嘢嘅時候講嘅話呢，咁呢個就應該係 A 啦，白米飯啦，即係白白淨淨咁樣呢。哦，好嘅，好靚咁，飲住碗白飯冇乜體面啊嘛，美甜咩啊，咁咪俾四個靚仔咁樣啦，咁啊四碗白飯，咁如果白米粥，我哋喺香港都有個叫米王，哦，係，咁如果碗白粥有肉酸嘅寒酸啊，俾碗米王我，咁就係白粥啦。香港嘅餐飲行業茶餐廳，你兩位經常都要光顧噶啦嚇，好多呢啲嘅餐飲行業嗰啲代名詞嘅喎，係凍檸檬茶叫爆檸，爆檸，爆檸，係啊，點解啊？唔知佢哋係中意要把啲檸檬嘅包啊，可能係啦、哦，即係佢要係要咁樣爆檸。咁、哦 okay、最舊嘅而家都有用嘅就係雲吞麵啊，叫細擁大擁啦。細擁大擁，而家冇分大細啦，都係擁啊，整碗擁咁啦。阿靜文有咩單詞補充啊？我最中意去茶餐廳咧點個鴛鴦攞油嘅。咁啊，跟住我想問一下你哋知唔知咩叫鴛鴦攞油？雲吞嘛。就是你觉得是什么？你不用问向成月了，他现在一头雾水。我知道。是不是鸡屎花来的？鸡屎花。鸳鸯呢就有奶有茶。有奶有茶叫鸳鸯。但其实为什么他是啰柚呢？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。三个答 B 的错晒。是。唯一答 A 的名艺呢就加200分。加200分。无分的。Yeah。接下来马上去看第三题，请看大屏幕。阿茂整饼下一句是什么呢？ A 冇嗰样食嗰样， B 冇嗰样整嗰样， C 冇嗰样要嗰样， D 冇嗰样搵嗰样。唔该，将你认为的答案举起来给我看看。是哪一个？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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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部 B。 究竟对还错交给我们的评委老师。正確的答案是 B， 冇嗰樣整嗰樣。200分。
喂，靓姐，呢度咁多人，有咩搞作啊？一睇你个样啊，知你外地嚟噶啦。呢度啊，系广州最出名嘅茶楼啊。嗯，佢哋嘅整饼师傅阿茂整饼好鬼好食噶。系咯系咯，你啊都唔知道啊，嗰、那个阿茂整饼啊，嗰啲饼啊一下子就卖晒噶，跟住咧佢就整翻出嚟噶啦。诶，到我哋啦，走啦走啦走啦。咁犀利，即管试下你。客官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嗯，哎，客官啊，好三面口咁，第一次嚟茶楼啊，不如我介绍一下我哋店嘅精品俾你听啦。阿茂粥品必属佳品，唔使理啦，叫佢哋嘅整饼师傅阿茂出嚟啊。吓，呢位客官，我哋师傅唔系个个都人都见得噶，你乜水啊？连个名扬海外、威震八方嘅食神蔡澜子都唔识。你都敢喺度开茶楼啫吓？唔好话知阿租啦，叫你师傅出嚟。师傅，嗰度有位客人咧，话口声声话要揾你。不过咧，我睇个样就好似你踩墙啊！你小心啲啊！你知呢位兄台蔡澜子兄啊嘛？揾我有咩贵干咁咧吓？你就阿茂啊嘛？听讲咧，你呢度整啲饼就好正。看看你是不是浪得虚名啊，咁好简单啫。小姨上个全餐俾阿蔡澜子试试。我冇新意，各位街坊，行过路过唔好错过，食咗阿茂师傅出品就笑呵呵。咁多位街坊啊，买嚟试食原创嘅糕点嚟噶。喂，又有新嘢喎，等我试下先。我都等我试下先。咩嚟噶？咁难食嘅？呢个叫做点红点绿水晶糕，口味系有啲独特嘅。咁硬嘅，好难食啊！呢个叫做番茄煮呢个陈年馒头啊，硬都系个特色嚟嘅。呢镬真系阿茂整饼冇嗰样啊，整多样啊！从此之后，阿茂整饼就用嚟比喻啲人冇事生事，多此一举。好啦，两轮过后睇睇我哋现时佢嘅积分排行如何，最高分嗰个就可以优先去玩我哋嘅九宫格拣奖品。张和平老作1900分，陈明艺2300分，向成院1700分，梁晶晶2100分，第一名的是我们的陈明艺，遥遥领先2300分，犀利啦！换言之，喺第一轮嘅呢个睇九宫格颁奖品入边咧，佢优先可以拣噶啦。吓，恭喜你先吓！今晚节目奖品非常丰富，感谢由广州爱康国宾体检中心提供嘅钻石贵宾卡，由广东康宝电器提供嘅家电系列，由广东康富来药业提供嘅血耳口服液，由中山芬娜日化提供嘅珍妮丝洗发水同埋美仙娇沐浴露礼盒。1至9号，请拣 number。4号系嘛？4号奖品是。刚好需要坚强的砧板10块。好了，恭喜晒！接下来到我们的环节是手快有手慢无，请看 VCR 怎么玩。第三关手快有手慢无，现场趣剧表演入面有4道题目，4位选手抢答，每题有一次补抢答机会，答对一题300分，答错倒扣100分。啊，华发叔啊！你话13姨点解咁耐都未到呢？哎呀，师傅你唔好咁心急啦，应该就嚟嚟㗎啦。飞鸿哥，13姨，飞鸿哥，13姨，仲翻嚟啦。喂，咁热情嘅？哎呀，师傅我都系唔做电灯胆啦，你两个倾住先，嘴住先啦。我放个水先啦。阿 Sir 要唔要一齐啊？卡，各位。4位参赛者请留意，嗰个阿苏去放水系咩意思呢？请抢答。梁晶晶，咩意思？即系去小便嘅意思，系啱嘅。
劇情繼續。牙刷蘇蘇呢就想跟他聊下偈添。阿蘇啊，個衰仔走咗啦喎，哇，估唔到佢又幾醒水喎。啊，飛鴻哥啊，睇下嗰條裙靚唔靚啊？卡，醒水係咩意思呢？請搶答。又係你，真係即係好聰明咯。啱，啱啊，300分，恭喜。請繼續。靚係幾靚啦，不過好似。好似縮咗水咁咩？吓，我出门嗰时啊，知道好辛苦噶。系啊，系话你嗰度啊，我系话呢条裙啊，点解好似縮咗水，憋咗啲肉出嚟咁嘅？啊，飞鸿哥，咁你就拗啦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呢条裙咧，黑发蓝西最 in 嘅款式嚟噶，咁啊点啊？使咗我3000几个大洋噶。哇，咁贵，你真系俾人当水鱼咯。挂住你啊！喂，你个黑色佬啊！点敢抽水喺个佛山无烟嘅？你死啦！卡，个鞋胆，请听题。头先我哋听咗一句问题系叫做抽水，请问抽水系乜嘢意思？请抢答。依家陈明义。这里啊。请问小 baby 讲的抽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占便宜。总之就是拿小便宜啦，是啱的，300分。请继续。哎呀，你是大胆的真的。哎呀妈咪，你今天是不是为了我才来广州的？我当然是专等你见你的啦。是啊，我这么挂着你，真的不过就是送钱就过来投资。公司要投資，師傅，師傅咩啊？唔係噃，點啊？呢個咁嘅西洋人雖然樣衰衰咁，喂，但係我哋保資諗最近唔係要啊，又搞投資又招商咩？啊，係咪啊？係喎，即係咁呢個鬼佬好似幾揼水喎，有機會啊，老卡道理喎。頭先嘅台詞入邊有一個叫做揼水，係乜嘢意思咧？請搶答。大隻佬咩意思？集资的意思。什么？集资啊？就是集资系嘛？系系。哦，就集合各方面的钱。对对。集资。恭喜，错啦。哦。仲有一次机会喎。三二一，抢。这个没按，这个没按，这个没按，就你自己按。晶晶，话俾我听。搭水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以为他们会禁的，所以我晚迟点禁，怎么知道我一个。什么意思？就我估下啦，搭水啊，搭水啊。搭水。即是很有钱是吗？很富有的意思。确不确定？ OK 啦，确定啦。搭水即是说比较有钱，很有钱，比较富有。是啱嘅。300分都是金先生。请继续。哎呀，我都唔知你我噏乜蠢啊。我明明就冇水，做咩话我搭水呢？哎呀，罗品欧先生你听错晒啦。咁你同十三姨啱落火车都攰㗎啦。不如嚟我哋宝芝林飲啖茶食个包先啦。我带你哋走。我带你哋走。去你屋企。我带你哋走。多謝越演越掂劇組 ，Thank you。經過呢輪嘅問答之後咧，睇睇佢嘅成績點樣？請睇張和平1900分，陳明毅2600分，向晨月1600分，梁晶晶3000分。晶晶可以首先去揀呢個獎品啦，請睇我哋大屏幕。今晚节目奖品非常丰富，感谢由广州爱康国宾体检中心提供的钻石贵宾卡，由广东康宝电器提供的家电系列，由广东康富来药业提供的血耳口服液，由中山芬娜日化提供的珍妮丝洗发水和美仙娇沐浴露礼盒。阿晶晶平时喜欢什么号码多一点？三咯。喜欢揀三号是吗？一或者三咯。OK， 请告诉我你揀一号定三号？三。三号请看。请问这个广东话怎么说啊？广东话点讲啊？肚脐饼，肚脐饼。接落嚟到我哋嘅第四关，呢个过瘾啊！全心全意啊，睇睇点玩。第四关，全心全意，
考官一向选手描述一样物品，选手再传话俾考官二，考官二正确猜出呢个物品，选手可得500分，答错不扣分。第一位参加挑战嘅咧就是我哋一号选手啊，老作，咁睇下老作会接受咩挑战先，请上架撑。大镬咯！你六咩？哦 ，OK 啊嘛，好好好好好，请揭布。OK。喂，老作，嗱呢样嘢啊，我哋玩嘅，娱乐嘅，开心嘅，咁啊要用口嘅，要用手嘅，就中国人玩多嘅，鬼佬外国人就少啲，外国人玩嗰啲系大啲嘅，好似，咁啊咁啊嘅形状就个头啊圆圆地一碌咁样嘅。都开心有人玩，好似唔开心都有人玩咁样嘅吓，嗌佢玩起上嚟又好嘈咁咯，响响唔响啊？哦，好响啊！好响啊！好响啊！中国人多，有没有？算不算民族乐器啊？民族乐器出字幕先听唔明系咩嘅？普通话，普通话，是不是民族乐器？民啊是乐器哈，对乐器。时间差不多了啊，对对对对，够了啊，够了，拜拜拜拜，啊那边的那边的哈，咩嘢？咩嚟嘅？我唔知啊，问你。吹噶？吹嘅乐器啊？鸡公仔啊？鸡公符啊？吹噶？哦，吹笛打，笛打。啊，拉。手里拿拿拿的那个，但是吹了那个东西，叫咩名咧？你即系嗰嗰嚿嘢叫乜嘢系嘛？啊！时间到啦，拜拜。好啦，你唔系老作噶嘛？我系啊，诶，佢就系老作啊！阿Vincent同佢讲完嘅嘢之后咧，佢系按佢自己嘅判断，直头做俾你睇。佢净睬我都傻啊！你点都要讲定。我谂啦，应该系吓，即系。卖鸡公腩嗰啲吹的，系鸡公腩啊！鸡公腩嗰个唔系叫做锁喇嚟噶，喇叭嗰个可能叫小喇叭噶，那就锁喇括号小喇叭。好，我哋就俾你拣，俾三样物品上，唔该。哦，一月六号，哦哦，我知啦。嗱，正文呢个系小号嚟噶啦，应该系呢个，这是唢呐，系啊，我觉得似系呢个，系啱嘅，加上500分，恭喜！好，马上请下一位选手登场。Next one， 谷德超先生同郑文换换位，而家系郑文把住头关，咁到底会挑战乜嘢呢？马上请睇。OK， OK 了吗？中间这个一定晕了。嗨，听住，他是吃他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但不吃得的，不吃得的，对啊，那呢就是阻住人的，阻住人的，是啊，头尖尖圆圆的。头尖尖圆圆噶，系啦，即系唔食得嘅，但系佢有两个字咧，即系又系食得嘅，吓、啊，不过食得食唔得，就系阻住人嘅，但系阻住车嘅，阻住车，系、哦、好，差唔多，明唔明啊？好，唔该晒 ，OK， 你要讲俾阿 Vincent 听啦。喂，陈小姐你好，你好，系，知唔知系咩啊？你唔知，你直情唔知啊？两个字噶，系好似系两个字。系咩嘢嚟噶？我唔知道。两个字，格士河食得。加乜格士河啊？咩叫格士河？食得系食得。不过假字之后，之后食唔得，唔可以食。假字啊？啊系。假字系咩解啊？啊唔，呢个嘢啊。食得食得，你嚟嚟去都系讲呢句噶喂。如果假字之下，就假字。假字系识唔得？假字咩解啊？呢个嘢系假字，可以舔噶，可以舐嘅，系可以舐嘅系。如果呢个嘢舔，我可以。之后如果假多字啊，呢个嘢唔可以食得。哦，但系你都系讲紧嗰句啫，大佬。
得？有兩句係好重要嘅，佢冇講嘅。好尖啊！好尖嘅，好尖啊！好尖食得啊！假字啊之後咧，就唔食得啦。唔食得係可以舐嘅，反牌啊！反牌嘅添，就擋住人噶，好似啊。是啊，好，关键嘅出嚟啦，差唔多啦，拜拜。嗱 ，OK， 时间差唔多啦，佢再讲佢你仲晕啊？系啊系啊，假字系咩嘅咧？佢讲到好似元宝蜡烛咁啊，食得嗱食得嘅元宝蜡烛挡住人系嘛？舐嘅系咩？甜筒啊，雪糕啊，雪条啊，咁加多字咧，系咯，差唔多啦。跟住挡住人哦，雪哦，有啲意思啦，系啦，雪糕筒就唔食得啦。是不是呢是不是呢请上三件物品请参考。啊我第一个见到佢啦已经。由雪糕筒呢、這个叫火筒。嗰个叫做泵气泵气嗰啲泵。泵气。泵气、泵气气筒。最后决定一下。咁就梗係雪糕筒啦。啱嘅100分恭喜陈绵绵。马上到第三位选手，第三位选手大切到，睇佢会接受啲咩挑战先，请睇。呢个好玩啊！呢个呢个哦 ，OK， 好，要点讲好咧？呢个真系好易啊！呢个，我谂你都收唔少嘅。咁啊，佢啊，佢红色嘅，红色嘅啊，咁啊，我嚟入住啲嘢好细嘅啫。咁啊，系有啲喜庆先攞出嚟用嘅。咁啊，细路仔特别见到啊开心嘅。咁啊，多数你都要叫人咧讲句好听嘢，你先至俾佢嘅。O K， 够啦，够啦吓。掂。诶，佢系红色嘅，好细只嘅，即系即系好似做啲喜事就即系好似派嘅。贴啊，系咪贴啊？唔系，即系细路仔好中意噶，即系你办喜事啊，就有啲人派啲，即系好细噶。好细。系啊，就系、是。差唔多啦喎。诶 ，OK， 你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咁啊，即系利是斗来啊？系啊，利是啊。你拣利是。利是。好，我哋俾三样嘢睇下先，请上。一个系圣诞贺卡。利是封再加信封，哦，一定系啦，呢个红色噶嘛。哦，一讲红色就知道晒。利是，利是封系啱嘅，500分。哦，500分得数，恭喜晒。第四位得唔得咧？我睇下晶晶掂唔掂啦。不过都要决定下呢嚿嘢到底复唔复杂嘅，请睇。哦，大镬啦！唔该晒。嗱，呢度有個問題咧，你到底希望佢講到呢個名字，抑或係講到呢件嘢就算？名啦，而且連名都講埋出嚟。係啊，係啊。好，得，諗下啦喎。晶晶，哎，哎呀，係一本名著嚟嘅，一本名著。咁佢係講緊好多男人嘅故事嘅，好多男人。係啦，打打殺殺嘅，好多大佬嘅。啲大佬爭嚟爭去，有爭女嘅，有爭權嘅，有爭錢嘅。咁啊，有人入咗監倉，有人咧就做咗皇帝，冇幾日咧又俾人又劏咗。夠，唔該。係，就咁啦。時間到。係。頂橋，咁就唔該阿晶晶轉述俾阿谷德超先生聽啦。一個演員，一個啊編劇加導演，應該呢樣嘢幾容易對上嘅。好。係。關事㗎。关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事噶，关。我觉得我估到系乜嘢咯。哦 ，OK 吓。但系我讲吓，即系佢话系一个名著嚟嘅，系有打打杀杀嘅，系有人即系好多男人嘅，系又有好多女人嘅，有好多女人啊，又有啲女人嘅，系又有啲男人嘅，跟住有人就入咗监仓嘅，有人就做咗皇帝嘅。應該咩故事都係咁嘅喎，總之古裝就係咁嘅咯。係咯係咯，我覺得係同我有關嘅咯。同你有關嘅，同你有最近嗰個有關啊。係啊，我估係咯，應該係啩。哦 ，OK， 仲有冇 tips 啊？佢話好多男人，好多大佬嘅，好多大佬嘅。哦，好，時間差唔多，請我哋阿谷德超先生猜一猜，俾個答案我。好明顯係古惑仔啊！嚇，名著啊，名著古惑仔仲唔名著？我啲同學啲小朋友個個當名著睇喎。嗰啲係名漫畫啊！名漫畫啊！
四大名著咁嘅话，佢其中四大名著系咩？粥粉面饭嗰啲人咩？哎，啱啦！咩四大名著系咩？四大名著系嗰啲《红楼梦》啊，《西游记》啊嗰啲，但系好多男人嘅，好多男人嘅《水浒传》啊嘛，好啦，《水浒英雄》《水浒传》系啊，确定系，我唔睇有啲咩拎出嚟先，大佬，哎，俾你拣下先吓，嚟请上，好，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国演义》，有《水浒》，有《水浒》，有《红楼梦》，嗱，《红楼梦》唔关事啊，你可以自己，现在就是二选一，两个都好多皇帝嘅。但好多男人呢，我覺得係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裏面得一兩個女人主角嘅啫嘛。水浒唔多女嘅。係啦，嗰啲係咯，係咯，所以冇，所以係得。我估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係啱嘅。耶！啊，恭喜君君加上500分，謝謝。最後一輪的比分的分數，3500分嘅晶晶排第一位，3100分嘅名藝排第二位，排在第三位都是張和平2400分，最後呢位大隻佬。2100分，晶晶追落得60秒嘅時間，如此遞減下，第二位係50秒，第三位40秒，第四位30秒嘅，準備好啦噃，嗯，3、2、1，Go！ Go！ 計時開始啦，60秒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慢慢嚟啊！晶晶呢，我就不太看好，因為的確呢，這個樣子，對，是比較難一些。Oh, go！ Go！ 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哎呦！要穿平底的，不要穿高跟的。小走，第三位。我不要这个。哇哇，老公，拿个那个好。后来居上啊。拿个那个好不好？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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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己看哪里？要放到自己位置上。放回自己位置。放自己位置，放自己位置。可以继续。放自己。能拿多少拿多少，20秒。快快快！快快快！15秒。摆定，没有说到我十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输了！张和平老作同志啊，拎到有呢、这个啊啊，佢好嘢，佢拣啲有容易 check 嗰啲啊。旺旺旺仔牛奶糖，糖啊，糖啊，糖啊，跟住有康复来的雪儿口服液，系啦，咁啊，自然咧，小品面啊，拎呢啲美仙胶的沐浴露啦，洗发水啊，还有两个礼盒是什么？面膜，你打开看一下。好，噔噔噔噔，呢啲礼品入边咧，牙膏，晶晶有呢、這个燕窝啦、血耳啦、洗头水啦，诶、這个袋系自己带过嚟定系头先拎噶？唔系头先喺嗰度攞。哦，几好喎、啊！真噶，是不是无观众的？请继续收睇《越讲越掂》啊。死我啦！咩嚟噶？哦，狗饲料，狗粮。哇哈，都不错哦！在这里呢，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添加我们珠江频道的新浪官方微博，下载百灵散拍 APP， 参加同步答题或向栏目组提出一些问题来赢大奖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Thank you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越讲越掂，继续开心，拜拜。拜拜。